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哲瑞教练。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、啊？其实我最近的拍摄场景，然后几乎都是在家里，或是就几个特定的场所。最近呢，我除了出去买民生用品，应该有三四个礼拜的时间都足不出户，就全部都在家里。所以我最近的头发真的是长到不行。所以你们最近看到我的影片，几乎都是戴着帽子。那今天呢，我特别就是在家设定了像这样的拍摄场景，有没有？前面一集，后面一集，就是待会准备来自己理头发。那在剪头发之前，我这是重金礼聘了一名特地远从意大利而来的知名理发设计师。那我们就来准备，欢迎他登场。欢迎今天的理发师，他叫做 Vrandiso。Vrandiso 是什么？天母红底锁。哦。天母红底锁。好啦，今天是讲老婆吧。我们今天已经在家太多天了，我准备来居家设计一下。哦，我听说你是不是有帮我们这次的节目特别准备了一些，就是你觉得可以让我参考的剪发设计？我准备了，就是不管是欧美的还是亚洲的、日韩的都有。那你先一个一个来介绍给我们看一下好了。我来选一下我今天的发型，不然就先。欧美的哈，你要看像这种，哎呦，就是前面感觉有点厚了，而且你旁边要剃的这样白白的，旁边要全白是不是？而且我最近刚好就是胡子都没有刮在家里，你看现在有机会变成那样吗？那就变有废位的感觉，有点费玉清的感觉。这个比较有可能吧？这个是哪里的？跟你的鼻比较像啊。可是这个也是直接撸这样，感觉像是撸这边全撸光掉这样。比较不会失误就是把它撸光。好，这个好像挑战性稍微还 OK。下一个。胡旭俊。这个好像，这个真的很像 Lin 哎、欸。镜子头，其实这已经过时了，这是前阵子的流行。所以我等一下这个是要这样，然后在这边这样自己这样割一排。你就盖一个挖工啊，然后露出来把它剃掉就可以。不然就这个啊，这个。Big Bang 的 Top， 这看起来难度好像还可以接受哎，旁边剪一点。乌里达拉哈基马拉哟，有没有听过？有朋友说太阳好大，然后 GD 就生气了。好，没事。黑道律师文森佐，这看起来很像就是三分头撸到底，然后上面六分头。这个好像对你来说就比较可能，三个礼拜没出门那种忧郁的颜色。好啦，那我现在直接来了啦。我今天特别准备了两个器材，你看一下。嗯，我一个，你觉得我需要把胡子直接先刮掉吗？我现在胡子有点乱。可以吗？我这样有剃跟没剃看得出来吗？哎、欸，我胡子已经刮干净了 ，OK 吧？接下来准备剃头了。剃头之前要那个准备一下啊！我现在六分开始撸了。嗯。哦，他的头发已经掉到我的身体了。哦，好刺激哦！我靠！哎，你再用力下去，你就直接出家了吧。我个人哎，你现在后面现在剩超少哎、欸，是吗？所以我现在这个侧面看起来 OK 吗？好像有掉了，就这样，就不要再剪了，就这样。掉一层吗？右后上，对对对，再上一点，上一点，再往上，再往上，再往上。看你要把我撸坏掉。那个谁？那个谁？朴旭俊又不是长这个头。也不是长这个脸的，正面我现在是想说看是不是这样切齐这么一条线。哎，安德瑞，怎么样？你知道你现在的头像什么？像谁？现在好羡慕你可以剃头。为什么？我现在也好想剪头发，痛苦。右边。
意外的好像蛮可以的。你有教剪刀吗？他修这里。我看那个人家教学，然后他这样左右一二，然后再拿这样，然后把这样，然后这样抓着。是这样吗？我已经剪完了，整理一下。刚经过一番几经修整之后，现在看起来应该好一点了吧？跟刚开始比起来，我们来个定卡对比一下。那以上就是我今天居家改造的一集啦，在家剪头发好像也还可以耶，虽然这个东西清很麻烦，但至少没有那么看起来很。就是没精神的样子，现在看起来至少容光焕发。轮到了我来帮天母风低所理头发的时间了，他已经关在家里足不出户大概40天的时间，你看一下他现在头能看吗？所以等一下我来帮他大改造一下，到底是剪头发前跟剪头发后会有什么差别吧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欸，客官，你今天想要来颗什么样的头？好久没剪了，不然像500那样好了。500？你这个头发这么少，现在怎么像500啦？好，不然我换一个，你就迪克牛仔好了。迪克牛仔，对啊，有差吗？啊，好了，不然我帮你变成那个好了。你不是天母风低所吗？我们就变天母风低。哎，欸，你拿掉啊，等一下。好啦，我直接用我那个上次自己剪的经验，我来帮你剪。好，可以放心的交给我了。反正我们现在这边家庭理发厅也没有镜子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我直接开始。啊，我都没有那个可以包起来的那个。不用，你等一下直接去洗澡就好了啦。这么好，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开始吧。可以用泽瑞家的浴室，好兴奋哦。我现在，好呀，我现在准备来帮你开始。我们先从旁边12分开始，我先帮你旁边剃高一下。哎，整个量起来。我们这次是认真企划，没有要玩的，不是要剪那种很丑的。其实真的，如果撸掉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每天都在家，超阿长的。那你最近都在家干嘛？在家看片啊。是你那个每次传给我的那些片单吗？就 Netflix 啊。哦，是 Netflix。我看见你不是有传给我一些那种什么有号码的吗？什么号码？就是人家是数字的结合啊。所以杨教授，你说剪完就会变那个樱桃小丸子的永泽这样？我们本来就是往那个方向努力啊。靠其实你现在我只求剪完长得像泽瑞就好。你现在的完成度已经是很高了，你知道吗？像永泽的完成度啊？算是。你看这整个侧面这个切边非常的整齐。我怎么看呢？有。我之前国中还有去那个台北车站。楼下有剪那种，整间店超暗的哦。然后他好像是有在剪那个铁道员工的那种理发厅，然后我也是剪到睡着，然后就醒来啊，直接变正方形的。运动就结束。变什么？变正方形啊。哈哈哈哈。你说你的头变？你有玩过快打旋风吗？有啊。就醒来变凯尔啊。在家有变胖吗？没有，还变瘦了。真的，哦？我有跟着上线上课程。上什么线上课？梦想高飞。直接业配自己的课程啊？对。尤其是周二跟周四，泽瑞的全身性激励课程。没有叫你业配。不用，你在家维持运动是有一点影响。有啊。那吃呢？你吃有特别？乱吃，乱吃。你吃就乱吃。我吃那个港式饮茶外送的，啊，烧麦。你吃港式饮茶的外送员的烧麦，整体应该算还 OK 吧？应该可以啊。反正你还没看到镜子，以下开放预约好不好？可以帮你从3345678，3345678，可以帮你从麦克风头直接变成这样。10点以后不要再打哎，因为我睡啦。剃完又变喇，喇，以前一个谐星喇。有呢，自己剪好像还 OK，
只是这里好像微微凸起来，修一下。没关系，我觉得第一次这样自己剪还可以啦，旁边至少很清凉、很干净。好啦，推荐给大家，如果最近因为疫情期间你不敢出门剪头发，可以像我这样，随便买一支理发刀，然后在家，旁边剪一剪，上面稍微修一下，好像就不错咯。好啦，我是你家人 Andre， 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